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一款叫做大蒜炒人，是一款大蒜味的加水，没有想到吧，每一款都会赠送一袋软粒粒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喜欢软粒粒的就加，不喜欢的话就别加。视频里面是我加了软粒粒之后的，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它变得厚实，变得更韧了，特别好玩。我觉得就先和大家省了一下，底角是非常非常好玩的，但是味道是大蒜味，接受不了的千万千万不要入，好奇的也可以尝试一下。我已经提前给大家下马尾了，千万不要因为味道难闻而骂我，别骂我，别骂我，求求了，我给大家磕头了。这张帖子的来源也特别搞笑，本来是雪打算出一款大蒜味的加水，但是他拿到大蒜味的香气之后狠狠的吐了，然后就把这张帖子送给我，让我来煮了，真的很搞笑。家人们，拍视频面的是两盒我胆门拿的样品，拿的是没有带香精的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大蒜味我能不能长期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。如果阿姨受不了的话，可能卖的一段时间也就下了，所以大家要珍惜。我还胆门给装泥的阿姨们一个人发了一个口罩，让他们装这一款时候一定要戴着口罩，戴着手套，不然我想他们肯定会崩溃吧，肯定会喷我吧。大蒜味我专门的喜欢在你 Thank you。